一切庄严呢，随应而现。你看，都是众生有感，庄严是自然而现的。极乐世界的人并没有想我要一个宫殿，没有。啊，我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选一个环境，没有，没有起心动念，自然就现前，而且你一看到就非常满意。啊，很顺心，很喜欢。啊，个人所现的和个人的意，是他业感不一样嘛。啊，有人喜欢，金碧辉煌。富丽堂皇，有人喜欢这，有人喜欢茅棚，清清静静，一尘不染。那个喜欢这，个人喜爱不一样啊。但是，纵然是茅棚，也是无量珍宝成就的。那他那里面找泥沙找不到，没有啊。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疑惑就没有了。啊，确实随应而现。景心云：“如来慈悲也，善报所现，故应众机，现大现小，长短这现都是灌下去的啊，现长现短。”一宝二宝乃至众宝无不是义故也。啊，没有一样啊不适合你自己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的习惯你的爱好它会随顺你。啊，是信德圆满的显现，是这么个道理。啊，没有人设计，也不要自己去想。啊，自己心里想的就是阿弥陀佛。好像这一切一切都是阿弥陀佛供养的，提供给你，真是如此。这个话要讲十报图是一点都不错啊，全是阿弥陀佛赐给你的啊，阿弥陀佛一定称你的心如你的意所说的这些全是阿弥陀佛的才供养啊！诸佛菩萨用什么来帮助一切众生？啊，第一个是财布施、财物供养；第二个是法；第三种是无为。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是个好地方啊。这个地方没有坏人，没有一个人呢有一个恶念啊，一个恶念都没有。你住在这个地方，平安啊，没有恐惧啊。这个地方没有障碍，没人找麻烦，你安心办道，你决定成就。
稀有难得了。这样理想修行环境，十方世界找不到啊。特别是六道众生。人间天上比不上极乐同居土的安静。人间天上谈到学习，也没有极乐世界殊胜。极乐世界每天可以听到阿弥陀佛讲经教学，他方世界没有啊。在极乐世界，天天跟阿弥陀佛见面，得弥陀威神加持，你每一天还可以到十方世界去参学，设法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你都能分身去，自己身体在阿弥陀佛讲堂没动啊，可是分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供佛修福报啊，闻法求智慧呀。福慧双修啊，弥陀经上告诉我们，你每一天可以供养十万亿尊佛，每一天听十万亿佛跟你说法，不多了，一个佛说一句，你就得每一天学了十万亿句了。极乐世界成就快，极乐世界修学环境稳当殊胜，微妙不可思议。像这些经文多念，到极乐世界不陌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觉得这个环境我很熟悉，很喜欢。如是妙境，普应群集。我们大可放心了，在极乐世界，没有一样不是称心如意。这个群机是设法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人。往生里面人最多的是六道里面众生，跟诸菩萨众，这是最多的。前面我们看到世尊举例子，他举声闻，声闻往生道里面是最少的，最少的已经没办法计算了，那更多的就不必说了。
变化不惧，业业圆妙。这个变化不惧，就是还原观上所说的畜生无尽。这个变化是随着我们起心动念啊，凡圣同学徒有起心动念，方便犹豫徒也有。啊，只是弥陀本愿加持，每一天听经闻法，你起心动念都是正念，没有邪念，没有邪思。那么起心动念当然有变化，这些变化都是随着你的爱好，这个爱好在没到极乐世界之前，那些习气通通都能感应的。啊，六祖慧能大师《坛经》里面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更还原观上，畜生无尽。这个话意思完全相同啊。啊，说明了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的缘由啊。讲清楚了，业业圆妙，圆是圆满啊，妙就是不可思议。啊，圆是一丝毫缺陷都没有。你看十方世界，每一天，每一个时，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有多少？无法计算的。阿弥陀佛，每一个人都能照顾到，而且照顾到无微不至。这是什么样的能力？自信，本具的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了。还加上因地的大愿大喜啊，才有这样殊胜的成就。宣习四时无碍啊，华严经上讲的四种无碍，理无碍，四无碍，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在西方极乐世界，同居图里面都看到了，啊，何况上面三图，同居图里面四种无碍看到了，那换一句话说，
华严境界呀。所以祖师大德一再告诉我们，华严密严净土，一二三，三二一啊，生净土就是生华藏，就是密宗里面讲的密严。是一，不是二。真的是华严经所说的一生一切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到达一切诸佛的刹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尘一切尘，对这个地方不认识、不了解、不透彻，你的愿心生不起来。你那个疑惑断不了在这个世界里头牵肠挂肚的事情你放不下，如果透彻明白了，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没有放不下的事情，你真放下了。这一放下了，功夫锻炼了真的若一日到日若七日的时候你就圆满成就了。我们相信佛不说假话，佛说的话句句真实因为境界太不可思议，总是叫人难以相信这就自己业障真相信了马上就成就眼前这么多往生的人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三转法轮做正转了，那再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那就慢慢来吧，来生后世，这一生没指望了。